其实我是走可爱路线的。你本人是甜美可爱的吗？等一下，你这个可爱路线又是公司安排吗？公司觉得走可爱路线比较容易火。再说吧，我是被甜美的嗓音耽误了。啊，对，嗓子是可爱的风格，就拧巴嘛，关键是。对，因为心里面是特别酷的，但是呢，声音和表演又要走可爱的。这条路走的还好吗？可爱也是有套路的。哎，可爱有套路，快说快说，我想学。第一步。先要把这个手这样，然后这样，然后抓空气，向东流，天向着行行，三杯一斗，还要抖肩。可爱真正做起来还是要一点点讲究，但首先就是表情管理很重要，尤其是那个笑的时候，笑容啊，不能只是嘿嘿这样笑不行，就是你要咧嘴笑，把你的牙齿全部露出来，全部，就是那个不能皮笑肉不笑，你要笑，那个肌肉带动苹果肌带到眼睛。哦，是这样吗？眼睛要可以挤一挤，有那个卧蚕弯弯这样特别好看。你们公司是来回你对不对？我们这个笑对了吗？你们这样太不专业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，给你们看看吧。看一看，看一看啊，还有教学方法。哎，哇，这个是你自己的嘴和牙吗？啊，我的嘴和牙。哦，这口牙长得真好，一看那像，一看就是老嗑瓜子儿，还有瓜子儿那个中间那个缝。它有两个酒窝，哎，你看那梨窝，它肯定长得很甜。好看呐、啊，这个好像唐艺昕啊，是不是唐艺昕啊？他面具代号又是唐啊哦。还有一个演艺圈里面的资深梨窝，那个许晴姐姐。哦，佟丽娅有没有？佟丽娅好像也有。丫丫，对对对对对。我们这有两位女性，她们两个给我们展示一下什么叫可爱的笑，好不好？陈烨，陈烨。那挤卧蚕就会觉得眼睛是那样子的，因为长得就是。陈烨很会这个。嗯，可以可以，有那精髓了。潘虹，你可以吗？来来来，今天穿的非常欧雷哦。这位女总裁，二一走。哎呀，尴尬这个笑容，她嘴是这样绷着的，太尴尬了。哎，孔老师，要不您来一个？孔老师，我来一个。孔老师来一个，少女感的可爱，把卧蚕挤出来。孔老师不要这样。孔老师，你看牙去了是吧？是不是？哎，我觉得老师很有天赋。那个牙齿特别白，笑起来好好看。那除了表情管理，我们还可以怎么学的再变可爱？肢体动作也很重要，除了那个笑起来要很甜，然后你在站姿上你的脚也要很甜，你的脚要会微笑，脚上抹蜜是吧？脚上微笑是什么意思啊？是要这样子、啊、可以这样交叉着，尤其是女生 O 型铁这个方法特别好，内八字啊那种。对，然后还可以这样子这样子，然后还可以这样子这样子。这是标准女团的拍照的时候，这样是特别长的。这些我都见周围见过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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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